担忧，一眼看不着就犯愁，走哪儿都想牵着手，哪怕长得特别丑。谁不说话谁小狗。我搁这叭叭半天，你咋不说话呢？老狗，不是老公啊，想啥呢？不想跟你一块走，出糗。你回来，干啥呀你呀？儿一天到晚忙叨的，大清早呼噜他干啥？我昨天晚上做梦梦着儿子了，特别不好。别说了，我都猜到了。嗯，是不是儿子在你梦里边惹祸了？你又去给人评事去了？妈，你咋知道呢？呀哈，昨晚这家你跟人家吵吵的，给我吓完了。我咋吵吵的？那动静可大了，那就。哎呀，那后来那事儿办没办成？我给忘了。办成了，你都请人吃饭了吗？我咋吃的？那起来咋还饿呢？你搁那边吃了，你搁这边你不空腹呢吗？你呀、啊。为了咱们儿子的身心健康啊，你竟然把睡觉这个习惯就给戒了吧？啥意思？他在你梦里太吓人了，这家你老梦那个情节呀、啊，也贼拉吓人，要么就是惊悚悬疑，要么就是职场骗局，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基本上活不过一集。你心里就没有咱儿子？还我心里没他，咋的？我走的是肾呐。嗯，要不给儿子起名叫结石呢？那叫结石，还结石，囊肿干上来了呢。俗话说儿行千里父担忧，哎呀呀呀呀，可别在这给我添负担了哟，赶紧看儿子去。这家到南方旅游一圈回来口音都变了，梦啥你跟我说说呗。我就梦见啊，咱俩上儿子家，嗯，一开门，嗯，没人。儿子，结石，结石，结石，大长脸，叫外号。没在、啊、那后来梦到啥了？给他打电话。打呀，你没有手机呀？你这时候跟我计较什么话费呢？你这我梦的是你打的呢。这激到激到，快打。梦里我打通没？没打通。对上了。这梦就都实现了。嗯的，赶紧找找是不是里边睡觉呢。哎呦我天，儿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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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伴儿啊，儿子，儿子，你干啥呢？还有心思来这喝呢？你给我吓吐奶了都！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牛在身边奶更新鲜的辉山仙博士吧？啊！你可知道啥玩意儿有营养啊？你再看看咱儿子，现在不好好吃饭，净吃垃圾。垃圾？搁那个垃圾啊？那得是个啥画面啊？别！哎呀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别想了。甘愿。他要吃也是吃的厨余垃圾。那你有什么骄傲的？我说的垃圾是垃圾食品啊！你看看这一桌子。那你把食品带出来，就给我吓的，真是的。这孩子上哪去？电话也不接呢。呀，来来来！快接！喂。妈，我是你爸，找我的。对，哎，爸，我是你妈。哎呀妈呀，你俩开免提吧。哎，怎的啦？啥？我没咋的呀，这你俩咋的了？这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呀。那个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我现在我回不去呀、啊，回不来，正忙着呢。对，忙点好啊，儿子、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医院呢。也在医院挺好，挂了吧。在医院你有啥事？你咋给挂了呢？他是不是在医院呢？在医院呢。在医院，能有啥事儿？有事大夫就给处理了。该扎针扎针，该吃药吃药，该手术手术，该通知家属通知家属。家属呢？咱这儿子太坚强了，亲自通知啊！爸妈。
也真是回不去了。哎呀妈呀，啥事儿啊？上医院找儿子去。啥？哎呀我的孩子，哎呀我的。这不是结识在幼儿园结识的好朋友，一起成长，一起上学，一起参加工作，先找到女朋友的大雷吗？我让你这话公平呢，你给人家呀？不是你哭哭啼啼怎的了？我，咦，你们看看这个吧，这啥呀？通知书。对，给他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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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还我！怎么这么快就下通知书了？也一年多了，今天才跟我说分手的。咋的？啊，我对象今天跟我说分手，给我的分手通知书。分手通知书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那这分的挺好的。这俩咋的？这家别说挺正规呀、啊，是挺官方，黑点白字倒是好算账，是不是？那个，你这不是哎？你就来找我儿来了，咱们俩都给打岔打过去了。我就找你儿子，对，赶紧他上医院了。对对对，不是，他没事去什么医院呢？他去医院能没事吗？是，你赶紧快走吧。走吧，快走。哎，我想起来点事儿，怎的了？你家结实刚发的朋友圈啊，上边还附着小照片，写着：虽然今天是周末，工作依然很快乐，两条小腿紧倒车，勿让青春匆匆过。发自于五分钟之前，定位于挺大个医院。这你咋？哎呀，心脏抽筋了，真的。这我就说没啥事儿，你能办成啥事儿？我也合计我儿子体格不能那么囊。不，你们家结实啊，在我这个朋友圈里那是最优秀的，随根儿。工作当中也是小能手啊，随根儿。去医院能干啥？无非就是帮人忙去了，随根儿。你们没事，如果要担心，就翻翻那朋友圈，什么事儿都一目了然。行，咱现在这年轻人的思维咱跟不上，可不咋的，死板。咱们老年人真的是就没事，你说你看看朋友圈，不对他一目了然了吗？是。我这咋一条线呢？我这咋三天可见呢？我好像有点欠呢。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朋友说他把你们屏蔽了，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，他屏蔽你们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屏蔽还有什么原因呢？我看看，哎，他这发的什么玩意儿？寒窗苦读十九载，放眼人生真精彩。今朝春花浪漫时，新的起点在飞驰。爸爸妈妈，祝福我吧。你说这小词儿写的多好，多励志啊！还励志，我这心里都快立冬了。啊？怎么还能立冬呢？寒窗苦读十九载，咋的？他上学的时候我让他吃糠了。放眼人生多精彩，跟我俩一起看的黑白电视啊。今朝春花浪漫时，毕业了，工作了，这要找个女的单过了。新的起点在飞驰，他对象让咱给买奔驰，这出手多大方，你说这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石头阿姨，那在你们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？据我对我儿子了解，他就应该是这样式的。要你们祝福啊。毕业了，再也不要回家了，再也不用看那两个老姑了棒子在我眼前老晃悠晃去呀。 跟谁俩呀？你俩烦不烦人呢？没啥事就老逼着我学习。告诉你，现在我有工作了，但是我想去我就去，不想去我就玩，我就闹，我就作，我就祸害人。我告诉你啊，天塌下来你俩得给我顶着，结婚以后我跟我媳妇儿过不搭理你俩，你俩得给我挺着。还有生孩子我生一窝我一个都不管，你俩得给我领着。今年要车，明年我就要大飞机，我要让咱们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房倒屋塌。别说话，我说的规矩就是规矩。太吓人了，这画面太吓人了，我赶紧把我爸和我妈从朋友圈里放出来吧。叔叔阿姨啊，再见啊。你说儿子能是你想的那样吗？
整的像你没想似的。我想啥了？方岛无他那块就你想的。你别还没有我。儿子回来了。问问他到底干啥去了。哎呦我天。哎呦他。儿子。哎你好。请问是善财是彭于晏家不？谁？啊，善财是彭于晏，尾号2340。那尾号倒对，是2340。嗯，妈呀，这是彭于晏被黑的最惨的一次，我放桌上了啊！不怎么，这谁过生日啊？啊，实在想不起来谁过生日呢，就翻一翻户口本，指定有一个过生日的，这家人过的日子糊里八嘟的。哎呀，粉嘟的。是的。你过生日啊？不是啊。我过生日啊？也不是。儿子过生日啊？他2月29，四年轮一回。啊，他可能正轮回呢。嗯。这谁是？哎呀，我知道了。我是他对象。啊？找对象。对象过生日。是啊。你说咱俩别瞎想瞎想，你肯定陪对象去了，那能有啥事啊？那陪对象去趟医院不也正常吗？那陪对象上医院哪正常啊？你给他想正常了呗，万一他是个护士大夫治个脚气是啥的呢？哎呀妈还找了个大夫。哎呀，这我这抱大孙子，我这怎么给打来了呢？我以为你残了呢，在家喊我这不看看这外面长啥样。那蛋糕上有照片啊？这不有字吗？妈破案了啊！这姑娘名该咋咋，挺硬啊、哦、这秀琴。咋了？祝秀琴退休快乐。这年轻人，这怎么这还找个退休呢？你说，哎呀，不，你这我啥时候退休？2年。哎呀，这年轻人，我得叫他声姐。我这年轻人，我告诉你啊，老伴儿别拦我，这回高低让我先想，要想一起想。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，恨不生同时，日日与君好。好好好，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。哎呀，头发都白了，他该打是打。秀琴那舞跳挺板正，板正啥？板正啥呀？他那四步都跳错了，那应该是。什么也飞不起，花花的世界。别飞了，这他自己啥体格，不知道能飞起来是咋的你啊？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儿子这门婚事的。你说他要干啥呀？要吃人老鸨啊？咱俩老鸨不够他吃啊？那我儿子是公务员，自己有老鸨啊。这公务员啊，公务员是啥呀？那是参天的大树啊，人民的公仆啊，燃烧的蜡烛啊，整这出他要完成人生的救赎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老救他赎干啥呀？就不能救救他救吗？你这什么玩意？他是怎的呀？他这是啊，就是不想努力了呗。婚姻这块他不随我就随他吧，但是工作岗位那个千万不能犯错误啊。是的，这回肯定回来了。走来聊聊，我看看现在今儿在家没呀？老严你咋来了？老贾你咋搁这儿呢？我在我儿子家不正常吗？没大过年的空手来呀？这么不懂事啊？我怎么觉得像到他家了呢？怎的？不是，我不是懂不懂事，我懂啥事儿？那我是他爹。不管你俩谁是谁爹，我这有几句祝福，你一定帮我带给你儿子他老人家，让他一定在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他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，属于千千万万个求他办事的办事群众。你喝了？高低喝点。怎么回事啊？老贾，我那事太难办了，谁都办不成，求到你儿子就不一样了，他一出手，哭泣，胯上，哭了，
咯搂一下，嘎嘣办成了。那几个女生回忆出来，我咋觉得这事儿办稀碎呢？岁岁平安嘛。最后啊，你别最后了，你哎呀，你这是喝有点潮了，你真是。来回去吧你，慢慢走啊，回去吧啊，你别让他犯错误。啥玩意儿？咕咚，咔嚓，嘎嘣。你看他刚走，给我来电话干什么？怎的啦？最后啊，再给我带一句话，祝你儿子我大哥，吉时吉日吉如风。丰年丰月如风增，增福增禄增长寿，寿山寿水寿长生，活得开心，玩得愉快。大老妈，哎呦我的妈！听明白没？听明白了。这儿子出事了。哎，你要干啥？你要报警啊？我让他回来。我以为大义灭亲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我回来了。这点事儿，怎么就这不明白了呢？你说这富豪给你的你不感激，那大公子的给你就拿着呗。你说这放开手脚大胆干，那有纪委给咱兜着，咱怕啥呀？完事了。啥完事了？他璀璨的人生就要完事了。找找吧。找啥呀？电视里不是说哪可哪藏钱呢？找找你，这你翻冰箱，我撕墙皮，咱们赶紧的吧。爸，干啥呢？那擦墙呢？啊？咋跟墙掰着把子了？那干啥呢？那是啊，儿子，就凭你这个小胆儿，你自己干不出这事儿来。我干吗？交代吧，都有谁？谁和谁呀？谁？跟那猪王的谁还演的？谁让你干的这事儿？谁带你的？谁？啥呀？我怎么没听明白？这哪跟哪儿啊？这是？谁策划的啊？谁接洽的？关键时刻谁拉了胯的？最后是谁把你拿下的？不是爸妈，你干嘛？我这一天我工作，哎，我特别累，让你俩，哎，待会儿，我想自己 emo 一会儿。一啥 ？emo 陈奕迅的外国名。陈奕迅那是伊森。伊森不是演《速度与激情》那个吗？那是杰森。杰森不是跟蔡明演小品那个吗？妈呀，那是郭达。啊是我，民警小赵。哎呀妈呀，来的这么快吗？哎呀，我说你别冷，你坐来，我来。啊，我是顶梁柱，我来。你这个咱别害怕，该来的迟早会来啊。拿出咱们上班的时候那个器材啊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呀，现在呀。你干啥？你给我坐，不许跑。你好。哎呀妈，这新人傻眼睛，好不了。请问？别问了，我们说，我们主动交代。我错了，子不教父之过，都是我惯的。我从小就没有教育好他，但是为了表明我们积极配合的态度，我已经把这案子给你破的差不多了。问你啊，他咋回事呢？就那个陈奕迅呢，他策划的，然后蔡明那个接洽的，郭达整拉了胯的，最后是谁也不谁给拿下。你老伴你这是谁拿下的呢？秀琴。对了，我合计单。可能就是为了吃他老鸨呢，原来你现在吃的是老鸨了你啊。哎呀，我没整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。刚才我哪儿说错了？我们都听见了，还来人扯呢。警察同志，我们交代啊，富豪给着的他没敢要，哎，大公子给着呢他就拿着了。因为合计啊，这爷俩送礼，你再不要就不给人面子了，是吧？不好意思了。但是就是万万没想到，最后把纪委同志给了。大姨，你都听谁说的呀？是他说的，他跟那叭叭，他说的。我说啥了？你说，富豪给的不敢接、啊。富豪啊。这富豪这场上他的位置不好，那传球可不敢接呗。那大公子给的就拿着吧。大公子张振林嘛，一手妙传，贼拉单位必须得要啊。放开手脚大胆干，有纪委给咱兜着呢。那赵纪委吗？那家能传能打能得分，他给兜着那我们都放心呢。哇，刘兰呢？那你以为呢？他以为聊闲的。爸妈，来，坐下、哎。希望你俩此时此刻就不要聊闲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跟小赵还有个正事要说啊。对，小赵，哎，那个秀琴阿姨那个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
明天就能领证了，特意过来告诉你一声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打断一下那个。哎呀，辽兰那事儿啊，咱是管不了。但秀琴那个事儿，我是太憋屈了，我这不急呀、啊，真的是，我能不能插一脚就这事儿？哎呀，儿子，这个证儿啊，咱不着急领。妈当年就是一时冲动，错付大好青春。你看你完蛋了！哎呀，你俩我知道了，太可怕了。他俩呀，又合计我干啥坏事呢？我说呀，给秀琴阿姨领证是领的是退休证，完了又浮想联翩了。叔是这样的，结实现在在行政大厅办不成事反映窗口。什么窗口啊？办不成事窗口。办不成事搁那坐着干啥？打经啊？这都摆设吗？那不就是？不是你俩能不能现在当会儿摆设，先别说话，让小赵给我介绍全了。来，秀琴阿姨呢，因为是外省社保代发机构产生变更，无法上传证明，所以说退休金停发，而且身份证到期没有及时补办。但是经过几个部门的通力协作，一下午的时间就都办好了，所有的事儿都是在我们结实的窗口办的。现在像秀琴阿姨这样难办的事儿，在我们办不成事反映窗口都能办成了。这个窗口结实啊！不是，这个蛋糕咋回事啊？啊，蛋糕是属于我们这个，人性化服务。那上医院干啥去了？啊，我上医院呢，去帮刘大爷取那个特病的资料去了。哎，儿子，你这老头，误会你。哎，我儿子现在我眼里越来越高大了。那，但是这个高大威猛的结实啊。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？你说，就是你那个朋友圈能不能别屏蔽我跟你妈？因为我跟你妈就关心你呀，就想了解你的生活，就想在你的朋友圈里了解一下。结果你还不让咱俩看了。我是想让你了解，时时刻刻也想让你们关心我，知道我的动态。但可是我一发以后啊，您二老啊是总觉得我不干好事，然后浮想联翩了吗？那不是因为想你想关心你吗？俗话说，儿行千里母。别瞎说，咱这样，给我个面，给你妈个面。把咱俩从你朋友圈里边放出来，不行，怎么样？那叫放，那叫请出来。来来来，爸，你看，哎呀，来来来，耶，看吧。哎呀，我儿帅吗？